各位亲爱的同胞，我们法口还有深美兰州这一次州选所面临的挑战，来自于大家在报纸上所看到的绿潮，他把他的绿潮的这个浪潮卷到巴生港口附近的一带，一个叫加普的国会也成为回教党的这个堡垒，唯一一个全国没有被国盟拿到任何一个国会议席的地方，就是深美兰。根据 Medeca Center 一个专门做民调的公司做出的最新民调，六州州选的投票率可能会低过11月19号去年的全国大选投票率，低过 20%。 上届大选投票率多少？ 75% 的投票率，少了 20%， 即使55%。如果55%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深美兰这个州政权西盟的也不稳，因为有55%能出来投票了。所以812一起出来投票，我们阻止绿潮，抵挡国防。